由华裔美籍叶姓女教授及友人组成的六人登山队伍纵走能高安东军，出发两天之后呢，遇上封面，因为天候不佳呢，决定要原路折返，没想到还是造成一名陈姓领队失温身亡，而叶姓女子也因此失联，消防人员持续扩大搜救当中。少传中透过画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搜救人员背着装备，冒着风雨，在高山上持续搜寻失踪叶姓女教授的身影。情况不乐观，因为这已经是她失联的第三天。至于一同和她掉队在后的陈姓领队，他的遗体则是在22号上午被同队的协助员给找到。三名美籍女山友纠团进行百越能高安东军送走，与两名协作员、一名领队18号从屯园入山，不料却碰上今年最强春雨封面，造成一死一失踪。带你来听搜救人员怎么说。那本局目前编派了两批次人员上山搜寻，山上目前共有警消9名，还有2名背工。那目前还是在努力的搜寻当中，持续救援，不放弃任何希望，要找回失踪的女教授。根据了解，55岁的主教叶姓女子是美籍华裔，在美国担任大学教授，找来同样是教授的55岁美籍女性友人艾伦，以及艾伦的25岁侄女，共3个人，预计5到6天挑战能高安东军。皇后的爬山运动却疑似因为气候不佳发生憾事，令人不胜唏嘘。